生回来，来看到金像奖影帝汤姆汉克斯这几年来越来越少在大荧幕中出现了，很多影迷都很期待能够再一次看到他，而这回有机会可以看到他演出喽。这是由真人真事改编的一个故事，他是一个勇敢的美国船长，而且勇于呢对抗海盗，因此也获得美国影评的一致好评，甚至认为这个是明年奥斯卡问鼎的热门大片。当这一星期的好莱坞周报，我们就要再一次跟大家进一步讨论这部电影。谢谢主播，哥哥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好莱坞周报。我们在上个星期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太空 3D 超级强片 Gravity 地心引力，果然在上个礼拜在全世界票房超级骤捷哦。那在光在美国嘞，三天就拿下5500万美金的总票房，也打破十月份的记录。而在影评上面呢，更是十个人里面有超过九个人都说是一部好片。因此，哎，看到没有？我们好莱坞周报都会跟大家介绍一些真正好的奥斯卡等级的电影。因此，在这个星期嘞，又有一部奥斯卡等级的电影要上映，这个英文片名叫 Captain Phillips。中文的片名叫做《怒海劫》，那中国大陆翻成的是《船长菲利普斯》哦。那这部电影其实讲述的故事嘞，是2009年在索马利亚外海，美国的货船被索马利亚的海盗所劫持的故事哦。那这也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货轮被海盗在外国挟持，因此在当时也造成很大的新闻事件。那这是真人真事改编的故事嘞，主角则是由Tom Hanks 所主演哦，我想大家对这位金奖导演是非常非常熟悉。那这部片到底多精彩？我们赶快马上一起去看看。This is Mask, Alabama. We are an unarmed freighter.We have a potential piracy situation. Copy, Alabama. You should alert your crew. Get your fire hoses ready. Chances are it's just fishermen. They're not here to fish. Listen up. We have been boarded by armed pirates. Stay hidden at all costs. No one any hostages. We will follow the procedures to lock down, go dead in the water, and wait for help. Stick together.It will be all right. Where is the crew? I don't know. You think we're playing? You think we're playing? No. You're gonna shoot somebody. Shoot me. Look at me. Sure. Look at me. I'm the captain now. 1 minute, I kill all your friends. 1 minute. Hey, don't get in there. Gotta get him off the ship. Now like this.The Navy is not going to let you win. I come too far. I can't give up.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other than kidnapping people. Maybe in America. Maybe in America. Captain Phillips, can you hear me? Captain Phillips, can you hear me?果然是奥斯卡金像奖影帝等级的演出哦。那其实 Tom Hanks 大家非常熟悉，可是当初他进入好莱坞的时候，其实有喜剧片而进入好莱坞的，后来才转型成所谓的剧情片，并得到了奥斯卡金像奖。包括一开始的成名作《Philadelphia》，演的是这个艾滋病的病人，后来演出的《Forrest Gump》，演出的是《阿甘正传》里面那个阿甘，非常的感人，也拍了战争片。这个 Saving Private Ryan 抢救雷恩大兵，那甚至于还有一些又回到了像这个爱情喜剧，包括这西雅图夜未眠。因此大家可以知道他的戏路其实非常非常的广泛。在最近十年来他演的比较少，比较 focus 在这个幕后的工作上，比方说导演啊、编剧啊、制片啊，尤其在这个 HBO 的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影集上面都是他的作品。因此他的是多才多艺，这个能力相当强的。那这一次再次回到大荧幕担任男主角，更被视为是明年奥斯卡奖
可能也会在男主角上面有一些提名到。因此，如果喜欢 Tom Hanks 精湛的演技，请这部片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哦。这是我们最新期的好莱坞周报，我们下一次再见。